浙江嘉兴市5月18日2013古镇西塘国际旅游小姐亚洲总决赛，各位佳丽穿着性感比基尼自信走秀，在舞台上蹲地热跳，猛秀翘臀。当晚来自韩国、日本、新加坡等36个国家和4个地区的30多位佳丽展示了民族服装、泳装、晚装等，最终中国浙江选手摘得桂冠，并成为千年古镇西塘的旅游形象大使。塔吉克斯坦选手获得亚军，泰国清迈选手获得季军。